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，欢迎观看我的视频。现在是2024年的9月份，中秋节前夕，在此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市和平区南市地区，面前这个小区叫新世界花园小区，前面的队伍就是在排队买月饼的一个队伍啊。大伙儿在中秋节前夕排队买一家知名糕点店的月饼，看看队伍有多长啊！刚才我粗略的数了一下，大概有200人到300人之间排队的人，可以说人非常多啊！大家看看人群有多少人啊？排队都排到拐弯来了。现在我所在一条街叫慎义大街，但是它实际那个门店所在那条街叫做荣业大街，和拐弯的队伍成一个直角了。看看多少人，这家店的名字叫新乐糕点啊，平时卖糕点，中秋节期间呢卖月饼，在天津算比较知名的一家点心店啊。大家可以看看，跟着我的视频看看有多少人。这200-300个人呢，要是排队的话，起码得2-3个小时才能买上月饼。因为这个200-300个人都是在店外了啊，店内它的时间限流，店内也就是20个人，店外就得200-300个人，所以导致呢，排队时间非常长。这是慎义大街与荣业大街交口啊。现在这条街叫荣业大街，再往前走就是新乐糕点的一个卖月饼的地方。看看多少人，就在前面了。看看多少人。多少人？就在这儿啊！新乐糕点，店里边还有20-30个人了，店外是200-300个人。店里还好多人了，20-30个人。刚才工作人员发给每个要购物的一个顾客一张单子啊，提前选一下要买的东西，在上面画上勾，一会儿等买进店买的时候就方便工作人员去拿那些月饼啊。这张单子上列出了月饼的品种、重量以及单价，比如大家喜欢的五仁月饼是82克一块，单价是12元，双面麻饼月饼是82克一块，单价是9元，香油白果月饼是82克一块，单价是9元，莲蓉月饼是82克一块，单价也是9元。划线的部分就是已经今日售摇的不卖的部分啊。我现在开始排队了，打算买10几块月饼，主要买五仁月饼，因为全家人都比较喜欢吃五仁月饼，其他的少买点，主要买五仁。现在排队的人大概有200多人啊，估计要排队2个多小时。谢谢大家观看啊，再见。